嗱，我哋继续讲呢个花炎啊！我哋咧打开佢第二页啊！我哋上一次就讲咗啲噶啦。咁啊，花炎经咧就分开聚份啊、聚份啊、正中份同埋流通份呢三份咧，系部部经都系咁分噶啦。啊，这个聚份咧就系、是、世主妙言品。咁我哋啊讲咗啦，世主妙言品好多好多佛菩萨出嚟啊。咁里边咧。就其實咧，就係、是、分開十住啊，呢個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嗰啲代表嚟嘅啊。譬如話你去到嗰啲天王嗰啲，梗係十地啦。咁如果你話咩夜呢個菩提樹神啊，嗰啲咁嘅小嘅神，梗係十信啊、十行啊、十回向。不過我哋咧就唔使即係特別去分佢啦。總之佢有代表性啦，嗰幾十個主夜神咧，佢都有代表性嘅。咁啊，呢個世主妙言品。咁啊，如來現相品，咁啊呢個咧，如來出現啦。咁啊，普賢三昧品，因為如來出現咧，唔係人可以睇到嘅，即係你要有呢個普賢三昧咧，你先能夠睇到嘅。所以諸聲聞眾如聾齒啞，即係你有普賢嘅心，你先能夠聽到如來說嘅法。因為普賢咧就係金剛手，就係呢個金剛薩多，又係金剛薩多，所以咧呢個盧舍羅佛說法嘅對象就係普賢菩薩啊。即係因為你係地上菩薩先至聽到嘛，因為四十一位係啦，十住、十行、十回向，十信都未得。十信因為初住要有十信嘅，分開十個階段，即係十樣嘢滿曬先至初住嘅。所以十住、十行、十回向，咁啊四十個啦，加埋等覺，咁啊佛係妙覺啊嘛，四十一位，即係喺佛以下嘅十住以上嘅菩薩先聽得到。咁普通凡夫嚟講咧，你要收到十住咧係好耐嘅。你收到十信滿心已經一萬大劫啦。由你即係廿四小時修行啊，而家我係未開始計啊，唔使驚。咁啊未開始計，咁啊未開始計時啊。你唔好諗住咧，我過三大阿僧祇劫就會成佛啦。咁啊唔知你收到幾耐就唔知。如果你而家開始計咧就唔啱嘅。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咧要收到咧呢個。這個十住啊，這個普賢三昧，咁啊世界成就品啦，啊即係成就呢個世界，跟住華藏世界品，咁呢個咧就係、是、佛咧首先佢教起因緣啦，咁啊呢個世主妙緣品啦，總共有五卷啦，咁啊遠方便咧説法儀式就係如來現相啦，跟住更方便咧就係、是、自己係普賢啦，跟住咧明個因果就係、是、明呢一個世界嘅。即是佛的依報和正報，現在就是講佛的依報和正報，因為這個一開始呢過完這個普賢行願品之後呢，就有人就問佛五十個問題啊，佛啊，你點解會成佛啊？點解你佛嘅世界係點啊？乜乜啊點？咁佢講翻自己嘅依報同埋正報。咁啊，上一次咧，我哋啊講到佢嘅依報啦，呢、這個華藏世界海啊，我哋就係頭先講嘅華藏世界海咧，就係話有無窮嘅宇宙裏邊啊，所以咧，我哋又幫忙講一次啦。我哋咧，宇宙大爆炸，一團物質啊，一團物質，物質與熱咧就會膨脹，變成一個波波啊，一個波波。一個波波啊，一團物質變成一個波波，咁一個波波裏邊咧，又會有個波波啊，波波啊，又會有個波波啊，呢、這個宇宙大爆炸裏邊啊，咁啊大爆炸裏邊咧，呢、這個小千世界啊，一千個小世界，咁啊呢個咧就係小千世界，咁裏邊一千個小世界，一個小世界裏邊咧就有四大步驟啊，呢個北區蘆洲東勝神州啊，呢個北區蘆洲東勝神州啊，呢個西牛河州，咁啊總共咧就有四大部洲，須彌山。咁啊到呢個咧六欲天啊，每一個小世界裏邊嘅六欲天，最高嗰個咧就係、是、他化自在天啊。咁啊呢個咧呢、這個世界咧呢粒嘢一爆出嚟嘅時候咧，掟咗個火花出嚟，跟住熱就會膨脹變成一個大嘅波波。一個大嘅波波裏邊咧有一千個小世界，小世界呢、這個一千個小世界一個啊。咁啊呢個中千世界咧就變成咧裏邊有一千個小千世界啊，一個。
一個大千世界咧，就一千個中千世界，咁啊變咗無窮無盡嘅宇宙咯。咁啊無窮無盡嘅宇宙裏邊咧，頭先講啊，有人問啊，四大部洲喺邊度啊？四大部洲就係我哋呢度咯。我哋就係一個小世界裏邊咯。我哋燒四大部洲裏邊嘅南瞻部洲、南瞻部提啊嘛，南瞻部提咁啊呢個曾鄧國啊呢個係支那曾鄧國啊香港部啊呢、這個。青山道啊，佛青啊呢樣，咁啊呢個四樓咩國際商業大廈四樓，所以咧係無窮無盡嘅宇宙裏邊嘅一個，所以咧呢、這個無窮無盡嘅宇宙係乜嘢嚟嘅咧？呢、這個大千世界咧，大千世界咧一個佛嘅教化區，咁我呢個佛咧就叫做毗盧遮羅佛，啊呢個毗盧遮羅佛嘅教化區，毗盧遮羅佛咧現嘅報身咧就係盧舍羅佛。咁啊，《花嚴經》咧就係盧舍羅佛講嘅，啊，所以佢咧就係介紹呢一個喺天頂嚟嘅，啊，呢個咧就係呢個盧舍羅佛。咁啊，呢個盧舍羅佛咧，咁啊呢一個盧舍羅佛咧就喺呢個華藏世界裏邊第十三個剎種，第十三個剎種裏邊咧有一個世界叫做娑婆世界，一個世界叫做娑婆世界，又一個世界叫做極樂世界，所以大家都喺十三個剎種裏邊。所謂十三剎種咧，就有十三個佛剎，十三個佛剎，呢個娑婆世界係其中一個佛剎嚟嘅啊！所以咧，呢個華藏世界喺邊度咧？喺呢個咩普照十方香水海裏邊有十方世界，裏邊有叫做華藏世界。華藏世界裏邊咧有第十三個剎種裏邊咧，一個剎種叫做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啊，裏邊咧娑婆世界佛嘅教化區，個教化區裏邊咧有無數啊有。這個有一個大千世界啦，大千世界有一千個中千世界，中千世界有啊，所以咧呢個大千世界咧係六欲天去到六欲天嗰度，咁啊呢個六欲天，咁啊呢個中千世界咧去到三禪啊，呢個三禪天，咁啊大千世界咧就四禪啊，四禪啊，呢個摩斯首羅天就喺呢度啦，所以佛咧。在摩斯首羅天，即係色究竟天咧，有個佛土叫做口嚴天，咁啊佛就住喺嗰度啦，佛就喺嗰度教化，嗰個係佛土嚟嘅，即係摩斯首羅天裏邊。咁啊，好似咧，我哋呢個兜率天裏邊一生寶處咧，啊呢個兜率天咧有五十層，有一層咧就係彌勒內院啦，呢個咧就係內院嚟嘅，即係呢個咧就係兜率內院，兜率內院咧就係彌勒一生寶處喺嗰度住嘅，即係當你要成佛嘅時候咧，就喺呢個小千世界嗰度咧睇，所以咧成個世界咧無窮無盡嘅世界，呢個咧就係佛嘅衣布，即係我哋呢個嗱，我個世界就係咁大噶啦，所以咧唔好咧。為嗰啲世間嘅嘢咧做咁多嘢啊！上樓落樓層樓三百尺，因為四百尺，我唔係一千尺露台咩嚇？就係啦。咁所以一千尺幾多百尺喺宇宙裏邊，只不過微塵啫嘛，一個微塵，你掛住佢做乜嘢咧？成世為咗嗰粒微塵咧，做到你頭崩額裂，都係為嗰粒微塵。最撚尾本老婆攞埋噶嘛，跳樓都得。而家同你分一半啊嘛，佢唔使做坐喺度分一半啦，我幾好啊！咁啊，所以咧，無謂嘅嚇，為咗呢一個，為咗呢粒微塵做生死嚇，為咗微塵打生死啊，所以咧誒，為咗食嘢咧，其實我哋唔使要食嘢噶，我哋係禪悅為食噶嘛。如果你有打坐打得好嘅時候啊，自己就會維持嘅。佛都食一麻一麥啫嘛，你使咩食赤木壽司啫嘛？啊，一鮑魚啊，二釘湯呢啲都係假嘅，呢啲都係假。你成日為啲衣食咧去做牛做馬咧，呢個係唔值得嘅。所以就話。叫你話講花言咧，就話你要睇個眼界咧，要放開啲，唔好顧住目前個少少嘅得失，少少嘅利益咧，去做埋呢啲成世嘅嘥時間去做呢啲咁嘅嘢啊！所以咧冇意思噶，下一世咧又嚟捱過，咁你不然咧揾一世咧好好地修行，好地修行咧，咁你可以去到摩斯下，你都坐禪，咁你去到初禪天、大梵天王嗰度啊，你再好嘢，升到四禪，咁啊識究竟天，咁咪得咯，咁咪離開呢個世界咯，唔使成捱咯。如果你而家唔做咧，咁第日咧又再嚟捱過，下一世咧又再出現過，又再出現過咧，又再由頭捱過。所以咧，就係話人咧係如痴嘅啊，所以咧就係話咁解啦。咁啊，所以咧，這個呢就是講這個世界，
咁我哋跟住講咧，就係呢個毗盧遮那品。嗱，我哋講到華藏世界品啦，毗盧遮那品。毗盧遮那品咧，就係講呢一個佛喺因地嘅時候，嗱，佛有咁好嘅世界啊！咁究竟佢係做乜嘢嘅咧？因為佢咧，呢個毗盧遮那品咧，就係話往昔修因啊，呢個第五頁啊，往昔修因。佢點解會有咁大嘅咧？點解會做到呢個摩斯首羅天住喺摩斯首羅天做到三千大千世界嘅教主咧？點會做到教主咧？我都想做教主喎！而家咧發菩提心啊嘛，發菩提心就係想成佛噶嘛，咁啊想成佛啊嘛，咁啊佛係點解成嘅咧？佛話俾你聽咧，係布施，係供養啊，無數嘅供養形成嘅，因為咧整個佛法嘅修行。就是供養啊，供養是對上嚟講嘅，布施是對下嚟講嘅，所以咧你要上面就供養，下面就布施。上面供養咧，消除你嘅障礙啊，消除你嘅障礙啦。見到你呢個都幾乖係嘛？啊，俾多啲你做下，咁啊你都有得做啊，係嘛？至少咁啊，所以咧下邊咧就要布施啦，對低過你嗰啲咧就要施食啊，要布施。都是供養嚟噶，啊上供下施，咁呢個係供養，所以話呢個毗盧遮那品咧，經中修因廣大，獲果無窮。咁啊呢個毗盧遮那佛喺往昔嘅時候咧，就叫做呢個大威光菩薩，大威光菩薩咧就供養啊其佛壽命五十億喎，供養五十億啊，得一切法。咁啊，奇佛慧説啊，呢個撞到好多個佛嘅喺呢個無數嘅佛裏邊，咁啊大呢、這個大威光菩薩就係呢個毗盧遮那佛嘅因地嘅時候咧，係撞到無量諸佛。當然啦，如果呢個時候大威光太子咧，佢有四有呢個乘空往來嘅，咁呢個梗係地上啦，唔知幾多地啊，即係已經撞到好多好多個菩薩。所以我哋咧修行咧，其實好簡單嘅啫，修行係冇乜嘢嘅，就係供養，修行定係供養嘅啫，冇乜嘢嘅。即係修行咧，你冇話咁啊，咁修行唔係要消除煩惱咩？咧小城咪消除煩惱咯，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你咪即刻走去發生紙度報名，佢會同你搞埋去。日中一食樹下一宿，快樂的黑時啊，唔好講黑夜黑時啊。咁啊，所以你冇黑時啊，你黑時同黑夜唔同嘅。咁啊，黑時咧有高尚嘅情操啊，咁你咪冇煩惱咯。但係你冇翻嚟喎，一翻嚟就有煩惱喎。你喺樹下低又冇煩惱，不過樹下低又有蚊喎，你有俾佢咬下。登革熱、藥疾蚊，嚇咁咧又有獅子、老虎、鱷魚，哇都幾係嘢嚟，覺得都我諗都唔係冇煩惱嘅，不過啲煩惱咧係冇咁容易啫。但係你喺呢個人世間裏邊咧，實係有煩惱啊！你話邊個冇煩惱？而家邊個冇煩惱？而家呢個梁振英冇煩惱啊，李嘉誠冇煩惱啊，個個都有煩惱，有錢冇錢，樣樣嘢都係煩惱嚟嘅啊！連我哋都有煩惱，因為咧聽經嗰啲人唔固定啊，有時又嚟，有時又唔嚟，哇！係咪講得唔好啊？咩嚇死人咩？係咪？所以咧，有時又多人，有時又少人，我聽日走曬啲人，哇！你越講越差，我哋咁啊，所以咧腰斬啊，不如。所以我哋都有煩惱。作為一個人，一定有煩惱噶啦。所以咧，你個煩惱係點樣能夠對治你嘅煩惱咧？唔係首要嘅條件，因為點解咧？你想對治你嘅煩惱，你想絕對清淨，我想一下子又放低啲煩惱，呢個係冇得放低嘅，即係煩惱係冇得放低嘅。你冇個放，哎呀，咁我講咗之後咧，信咗個道理，三輪體空咪放低咯。嗱，呢個咧應無所住而生其生啊嘛。咁你試下食嘢嘅時候，赤木壽司同埋分樹有冇分別㗎？冇分別你咪得咯。但你有分別㗎嘛？你想食好嘢啊嘛？你想住靚房啊嘛？係嘛？你想一千尺啊嘛？你唔想住五百尺啊嘛？咁你有分別㗎嘛？有分別咪有咯？點能夠冇分別呢？係唔能夠冇分別嘅，只能夠處喺正分別。所以我哋第一件事咧，要增加自己嘅福報先。啊，就係指啲人咧。寬濟法師成日講福報，唔知做乜嘢呢個法師，成日講福報喎，唔講對治煩惱喎，因為我都好多煩惱，對治唔到，我覺得係對治唔到嘅，即係唔係對治。所以咧，嗱，煩惱係乜嘢咧？有煩惱同埋苦惱喎。
嗱，你有咗福報咧就冇苦惱啦，啊冇苦惱，所以我税簽出嚟嘅時候咧，咁啊租咗清涼法院一個單位啊，4000元租一個月，就係300尺一個佛堂，所以咧就是、一路啦。咁嗰時咧開始啊，我一路咧朝頭早就供天。共天啊！啲金光明聚聖王經啊！你嘅金光明聚聖王站，即係你啊，即係呢個年頭共天，年晚共天嗰個規矩。咁啊，朝朝早共天，晚晚啊放紅生咁啊，咁啊，佢係放咗好多年啦。咁而家學到密宗啦，咁啊做火供啊，咁啊修供養法啊，咁又共天啊，又神供啊，咁一路供落去咧。咁個福報就慢慢增加啦。第一件事咧，冇咁多障礙啦，人啊冇病啦，即係冇咁多病啦，唔使睇咁多醫生，咁啊慳翻啲錢啦。咁啊啲福報咧又慢慢積翻嚟噶嘛。所以我哋已經供咗幾廿年噶啦，已經30-40年，咁先至相當於有咁嘅嘢。如果你話唔做嘅，咁啊冇咯，咁啊成日都要咁嗰啲。咁如果你話而家有冇煩惱咧？有，不過冇苦惱。冇苦惱咧就係話，你要使嘅錢有啦，你身體冇咩病啦，因為你放蒙生就冇病啦。冤家債主嚟追你，掟啲嘢俾佢食，食得多佢都唔好意思追債啦，係嘛？咁你係啊，咁你要你雞髀打人牙較軟啊嘛，咁你梗係要俾啲嘢佢食㗎。你冇理由話，哎呀唔好追我啊，唔好追我嗱，我而家唔係噶啦，跟住同你剃過，你又仲死啊！你冇話我一定要抽個紅福法嚟紅福你哋咁啊，梗係唔得啦。所以話所有嘢都係布施。第一，你供天係供佛菩薩，咁啊供佛菩薩嗰啲咧，嗰啲係恩田嚟嘅，即係嗰啲係比你高嘅啊，嗰啲係恩田。所以咧，恩田嘅時候咧，可以消除你啲障礙喎。如果佢哋都有福報，係咪可以俾？因為咧，如果咧你啲如果好嘅咧。咁我哋咧起廟，我哋起咗幾間廟啊，接幾間廟，我哋都係發個願嘅啫。嗱，如果我有呢間廟之後咧，我朝朝早供天，晚晚放紅生咁啊，係啊，求天不得啊，大佬，冇人肯咁做噶，所以咧佢咪俾你咯，係嘛？即係有至少有著數啊嘛。咁啊，靈界都係講啲咁嘅嘢啫，係嘛？咁十地菩薩都有少少執著噶嘛。佛僧一炷香係嘛？呢個都有㗎。呢啲鬼神就中意啦。你有放紅生係嘛？你放紅。咁你咪會中你中意咯，所以你上供下施一定咧要供。咁啊供嘅時候咧，咁啊頭頭梗係冇福報啦，冇福報嘅時候咧又有煩惱，又冇福報，咁啊越嚟越苦惱，咁啊一大堆嘢咁啊纏住曬。但係咧你慢慢供嘅時候咧，你啲苦惱就會減少啦，啊病痛會少啲啊，諸如此類嘅嘢會少啲啊，咁啊跟住咧金錢上面會好啲啊，或者你嘅環境會好啲啊，咁啊慢慢好咯，咁啊少咗到苦惱之後咧，咁你修行都會好啲啦，係嘛？冇病冇痛，你修行都會好啲啦。所以咧就一定要供呢個啊！所以咧，我哋咧網上面咧有個12天神供，我哋而家推銷咧12天神供，因為點解咧？12天神供咧又有施食喎，下方鬼神喎，又供12天喎，咁啊又要供埋自己嘅本命星、本命元神、本命壽。你話咁啊風水佬啊李居明啊，咁啊唔係呢個咧，因為呢個喺呢個胎藏界嘅孟達拿裏邊，胎藏界孟達拿即係大日經裏邊出嘅呢啲啊十二宮啦，咩星座啦，或者白羊座啊呢、這個摩摩古森蒙達波丹啊咩沙拉爾蘇亞卡咁你有得供啊嘛，至少你有得供啊，供自己嘅星座啦，供自己嘅年啦啊年啦，今年係咩啊？今年係舞曲，今年係舞曲嚇。卡達拉爾蘇亞卡，所以咧你要你日日你啊供佢嘅時候咧。咁你變咗個運會好啲咯，咁你供得多嘅時候咧，咁你話唔使去咩太歲啊乜嘢，因為佛教就有噶啦，因為呢啲係天神嚟嘅，天神咧佢係有，即係你供佢嘅時候咧，咁佢就會護持你啦，即係唔會俾障礙俾你啦，咁啊慢慢嘅障礙少啲，福報有嘅，咁你咪好咯，所以咧呢、這個毗盧遮羅佛咧就話俾你聽咧。佢係因為供養無數諸佛，先至有呢個咁大嘅福報。因為而家講成個法界咁大，成個華藏世界咁大，成個嘢咁大，佢係一個大千教主啊！呢個三千大千教主，佢有三個身啊！呢、這個釋迦牟尼佛應化身喺呢度講嘅，靈界嘅盧舍羅佛喺呢度講嘅，呢、這個大日如來就係盧舍羅佛啊，清淨法身，因為法身無相啊嘛，所以叫盧舍羅佛嘅身啊嘛，所以靈界啊呢、這個咧
講演教啊，呢個講小乘同埋二乘同埋演教，呢、這個咧講呢個大乘嘅啊，呢盧舍羅佛講大乘嘅，咁啊呢個毗盧遮羅佛咧講密宗嘅十地菩薩以上嘅菩薩聽嘅，所以佢有三個化生，所以咧三類化生色苦輪啊，所以咧佢有三個化生，咁啊所以咧嗰啲化生點得嚟嘅咧？就是因為佢因地嘅時候咧，作無數嘅布施，所以你樣樣嘢啊，睇布施我唔信啦，我唔要福報嘅，我唔要福報，啲人好好得意嘅，佢係咁樣講喎，唔要福報嘅，唔要福報嘅，福報太大唔好嘅，咁啊你唔好啊，你自己中意啦，冇人監你嘅，福報你唔要都冇辦法，但係咧你一定要施食，因為施食可以消除你啲障礙嘛，你唔要個福報啫，至少唔好有障礙啊嘛，即係你唔通連障礙都要有埋，咁啊先至好修行，咁啊你自己中意啦，咁啊所以咧呢個冇辦法啦，咁啊嗱呢個咧就係毗盧遮羅佛品，咁跟住咧。跟住咧落去啦，而家講咗如來嘅出現，咁啊跟住問咗好多問題啊，如來點解會咁啊？點解會咁啊？你點解會有咁大福報？咁啊，如來話咗俾你聽啊，呢個華藏世界，成個華藏世界裏邊啊，這個娑婆世界嘅結構嘅情況。咁講完之後咧，點解會得到這個果咧？就係、是、因為佢喺毗盧遮羅佛嘅時候咧，佢收因啊，這個呢個咧。大威光菩薩收因，咁咪會證到呢個果。咁跟住落嚟嘅咧，就係、是、普光明殿啦。咁啊，普光明殿嗱，呢個咧第一回咧就喺呢一個，因為呢度咧講咗九處，九處就呢、這、一個呢個七處九會啊，七處七個地方就講咗九個法會。普光明殿咧就講咗三回，即係三個法會啊。咁啊呢度咧，第一喺菩提場嗰度咧，就講到前面嗰度啦。講到前面嗰度咧，總共咧有六品：世主妙緣品、如來出現品、普賢行、普賢三昧品、世界成就品、華藏世界品同埋毗盧遮羅品。咁啊呢度講到十一卷啊，十一卷八十花嚴裏邊。咁跟住咧就去普光明殿啦。啊，二會普光明，第二會咧就做普光明殿。普光明殿喺邊度咧？普光明殿咧係靈界，點解係靈界咧？佢話普光明殿咧喺菩提場隔離，摩羯陀國菩提場隔離有個普光明殿。咁呢個普光明殿，如果你盧舍羅佛千丈盧舍羅佛，咁啊要高過杜拜嗰個千丈喎，你高過杜拜嗰個酒店先得。咁啊，所以咧千丈盧舍羅根本就入唔到人間嘅宮殿，所以呢個咧又係靈界啊！呢個普光明殿，佢雖然喺菩提場隔離，但係咧普通人係睇唔到。如果睇到嘅時候，咁啲人唔會聽經。點解四十一個化生大菩薩先聽得嘅，其他唔聽得？因為你唔知佢講緊經啊嘛，入緊定啊嘛。而且呢個花嚴咧，成個花嚴係花嚴最初三七日喎，喺呢個第廿一日嗰時喎，所以小乘人咧先知道咧，佢係第一七日嘅時候咧，大梵天王就請佛說法；二七日嘅時候咧，波旬就請佛入涅槃啦。呢、這個世界都唔係你嘅，快啲走啦！你到唔到噶啦，佢哋都唔會信你噶啦，嘥氣嘅啫嚇。咁啊，三七咧就係呢個木僧輪陀龍王，有七個頭啊，有七個龍頭咧，有七個蛇頭啊，眼鏡蛇頭咧遮住個佛嘅，落大雨啊。咁呢個咧木僧輪陀咧。龍王咧就第一個二生歸依，第一個歸依弟子，啊呢個龍王嚟嘅，啊咁啊，四七咧就是、兩個雙主咧呢一個提慧同埋呢個咩尼斯迦，咁啊兩個雙主咧就供養佛蜜糖同埋呢個蜜皮，啊呢、這個供養蜜糖同埋蜜皮，咁啊第一個第一個優婆塞歸依，啊做第一對優婆塞。兩個一齊歸依，咁啊，所以咧四七日係做呢幾樣嘢喎。做完呢四七日咧，佢走去六野遠道五比丘喎，即係小乘人淨係知道佢做呢樣嘢啫。但係我哋講花嚴係三七日喎，三七日佢喺度講花嚴經喎，但係啲人唔知佢做乜嘢喎，啲人淨係見到個哦有龍王啊落雨喎，咁啊龍王咧揾個龍頭咧遮住有七個龍頭啊！遮住啊！你見到啲佛像咧，有七個龍頭遮住個佛。咁嗰個木僧輪台嗰個係三七嚟嘅，嗰個三七日，嗰個三七日遮住嘅。咁啊，唔知佢做緊乜嘢啊？即係入定啊嘛。所以咧係靈界嚟嘅。所以呢個普光明殿咧
亦都唔係人間嘅嘢。啊，如果你話人間嘅嘢咧，邊容納得咁多啊？佢係三會普光明殿，普光明殿咧總共有三個法會。講完普光明殿咧，佢就升上去忉利天啦。帝釋就請到佢上忉利天，跟住咧上去夜摩天，跟住啊呢個兜率天，跟住啊他化自在天王宮。咁啊講呢一個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咁落翻嚟普光明殿咧，講翻等覺妙覺啊。咁啊，所以咧成個過程就係咁。咁啊普光明殿咧，佢就講十信、十信法門啊。咁總共講咗幾多咧？總共講咗六品。六品咧就係如來名號品啦，四聖諦品啦，咁啊光明覺品啦，菩薩問明品啦，淨行品啦，嚴守品啦，咁啊淨行品就最熟啦，三皈依都係出自淨行品，所以咧《花嚴經》咧係佛教嘅傳統。即係花嚴咧，就係佛教嘅百科全書嚟嘅，所以咧最初學佛嘅人咧應該多啲讀花嚴，因為咧佢係包含咗整個佛教嘅嘢啊，咪無論係十住、十行、十回向咁跟住咧就有佛嘅説法啦，有四聖諦啊、十二因緣啊，乜嘢都講曬，所以咧連三皈依都出埋噶啦，自皈依法當緣眾生嗰度咧講到好多，總共有140個偈，即係140種情形之下咧。佢都發到菩提心嘅，啊呢個咧，若見空故，東遠眾生啊，呢個無諸煩惱啊，咁啊呢個咧，佢個個都會講。咁我哋咧睇翻個講義啊，第六頁，咁啊如來名號品，咁啊如來咧就好多名嘅，所以咧你唔好執著咧，哦如來釋迦牟尼佛第二個佛係咪？如來有好多名嘅，即係喺一個世界裏邊咧，個個世界有唔同嘅名啊，所以咧我哋唔好咧。區行於乜嘢佛乜嘢佛乜嘢佛，其實咧個個佛咧都係一樣嘅。佛有無盡名，心羅夢象，舉世立名，區是佛名。所以咧呢一個咧喺唔同嘅世界啊，呢個咧我哋只不過南瞻部洲啫。咁啊，唔同嘅世界咧有五，佢一樣係顯現嘅。啊，呢個盧舍羅佛顯現緊南瞻部洲一千個世界嗰只，佢係無數嘅世界，因為呢個係小世界啫喎。咁啊，小千世界裏邊啊，一小千世界裏邊一千個小世界啫喎，咁一千個小千世界咧，咪一千乘一千咯，呢個幾多啊？一千乘一千都係十萬咯，十萬咁就仲有咧一千個中千世界裏邊，咁啊仲有咁啊，所以咧無數無盡嘅小世界裏邊，佢只不過示現落嚟啫。所以喺無數無盡嘅世界裏邊咧，有唔同嘅名啊，呢、這個叫如來名號品，有唔同嘅名啊。呢、這個佛咧喺咩娑婆世界係叫釋迦牟尼佛，喺邊個世界係叫咩佛叫咩佛？所以咧呢個咧就係佛嘅名號咧。是無盡的，因為他這個名號無盡的意思就是說佛呢不是只是在這個世界的，在第二個世界都現出來的。不過你說這個大千世界裡面是不是只有我們是唯一的人類呢？那就不知道，我們四光年最接近我們的星是四光年，我都飛不到出去，現在出不到太陽系、啊、所以呢太陽系呢是我們地球的太陽系的什麼幾多億分之一。咁啊，最近嗰個星系咧，由呢個太陽系十億分之一，咁啊又再高啲咧，又再呢個第二個咩 B 星系，又係第二個空間嘅星系，又十億分之一，所以呢個太陽咧，其實係細到冇盡咁細，因為咧我哋以為好大咧，其實係好細嘅。喺銀河系裏邊咧，有400億個太陽系，銀河系咧好似啲飛碟咁嘅，啊啲飛碟咁嘅。咁啊呢度咧太陽系咧裏邊呢個銀河系裏邊咧有400億個太陽系，佢究竟呢一個究竟有幾大咧？究竟個四百億個太陽系喎？咁啊呢個太陽咧其實係好細嘅，呢個銀河系都好細啦 ，Milky Way 得一條，即係得一啲咁多嘢嘅啫，即係銀河系喺宇宙裏邊咧係好多個呢、這個。20個星系先至組成一個宇宙島，呢、這個宇宙咧有無窮無盡嘅宇宙島啊！淨係呢個啫喎，呢個仲未出得到去呢一個啊！所以咧，究竟咩叫中千世界，咩叫大千世界，乜嘢叫小千世界？我哋淨係啲小世界啫。所以咧，將個眼光放大佢，這個、呢個咧就話俾你聽咧，如來喺唔同嘅世界出現有唔同嘅名，所以呢個世界咧。並不是如來唯一出現的世界的、啊、所以呢它有不同的名字，這個叫如來出現品。
跟住咧四聖太品啊，呢個咧經中苦者三界報，集者三界因，滅者超出三界，道者界定為因。咁啊，呢個四聖諦咧，就係話如來咧喺每一個地方，每一個都係講四聖諦嘅。咁四聖諦咧有唔同嘅解釋。你話誒、哎、四聖諦唔係小乘嘅咩？誒四聖諦係小乘嘅，冇錯。咁啊，但係小乘嗰個咧係生滅四諦啊嘛。我哋講，所以咧大乘亦都可以講四聖諦喎。因為咧，我哋講四聖諦咧有四種。咁啊，呢個藏通別圓啊，呢個天台裏邊啊，化法四教啊，化四教，化而四教咧就是、頓漸秘密不定，化教化嘅疑鬼啊，化四教咧就係、是、呢一個方法咧藏通別圓。所以咧四聖諦啊，四聖諦啊，呢、這個生滅四諦。咁啊，小乘啦，知苦無滅斷集修道，咁啊呢個咧就係小乘嘅生滅四諦啊，有咗道之後咧就冇痛苦啦。但係呢個通咧，通咧又通大乘通小乘啦，呢個無生四諦啊，無生四諦喎啊，呢個無生四諦，無生四諦咧就係空嘅啊，呢個咧呢個苦咧係呢一個。冇真正的苦，因為全部是你的心嚟噶嘛。啊，這個、呢個咧，別教咧有無量世態啊，無量世態，因為乜嘢都係我哋嘅心啊嘛。如果你講大乘啊，孟法為心啊嘛，所以個苦咧係我哋嘅心啊，所以我哋唔承認有苦嘅。你認為苦咧，你真係苦咯，你真係苦啊！應該苦嘅，該會啊，嗱苦嘅。咁啊，而你如果唔係唔承認係苦嘅咧，你又變咗樂咯喎！啊，你覺得啊冇嘢食啊，好痛苦，冇嘢食人啲女仔咪為咗減肥冇嘢食，唔知幾開心？你會痛苦咁咩痛苦啫啊？唔食肥豬肉好痛苦咩？佢食咗肥豬肉就好痛苦啦。啊，所以咧呢個苦同埋樂咧係睇你嘅心嘅啊，所以咧係因為你嘅心而定嘅，所以冇。一樣嘢叫做苦，呢個係你自己嘅感受嚟嘅啫。苦集滅道咧，都係冇生嘅。啊，因為點解咧？啊，呢個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啊嘛。所以咧，冇真正嘅苦集滅道。啊，呢個咧大乘講嘅，即係有大乘。咁別教嘅菩薩咧，就係講呢個花嚴嘅時候咧，由一地到十地，佢咧啊呢、這個苦集滅道啊，貓有貓嘅苦，咁你要做貓啦，做貓去度嘅地啊，貓有貓嘅苦，貓有貓嘅滅啊，呢、這個貓有貓嘅修行啊，貓都識修行啊，係嘛？如果佢唔搞你嘅時候唔修行咯，啊，所以咧呢一個咧無量四諦，咁呢個咧呢個原教嘅時候咧，即係佛嘅境界咧。是無作四諦嚇，無作四諦，所以十二因緣嘅無作，即係無功用道啊，即係本身就係苦集滅道。所以咧，苦集滅道有四個啊，唔好話一見到苦集滅道就係小乘嘅，唔係，因為苦集滅道有四個，生滅四諦咧就係凡夫同埋小乘嘅，無生四諦咧，因為咧。這個若人若了知生世一切化，應觀法界性一切為心造，咁冇身體冇性嘅，何來有苦呢？係嘛？呢個係冇苦嘅。咁啊，無量四諦咧就係別教嘅。所以天台咧當花嚴咧係別教啊，花嚴咧就話自己先至係原教，因為天台咧大乘宗教話自己咧先至係佛，因為話你係佛，你就係佛咯。咁啊，最快噶啦，呢句叫圓宗裏邊嘅最圓啊，圓宗又圓啊。話你係佛啊，咁你哎呀，我係佛喎，以後咧唔好食赤木壽司啦，以後唔好打人，唔好鬧人，唔好偷人嘢，唔好做乜嘢啊，以後咧要對眾生好啲，以後要咧舍己為人，我咁你咪成個佛咯，即係你信就係啦，你唔信啊嘛，唔信咪慢慢修咯，叫你十住十行十回向慢慢修咯，咁究竟邊個最高咧？咁啊，天台梗係話我哋最高啦，我話你係佛，你就係佛噶啦，咁啊，咁梗係話即一句説話啫，係嘛？所以啊，呢個成佛嘅古德話咧，成佛發花就開慧靈驗，咁啊，開智慧靈驗啊，梗係最能搞噶啦，即係好多好多好多道理啦。但係成佛發花裏邊咧，冇教你點樣成佛喎，因為成佛唔使成啊嘛，本身就係佛噶嘛，成乜嘢佛啫？仲成？有成就有分別啦，係嘛？你有成即係話我而家自己唔係佛喎，咁我仲要成喎。你信自己係佛，咁啊仲做佛相應嘅嘢，以後唔做凡夫嘅嘢，做佛嘅嘢，咁你咪係佛咯，好簡單啫嘛，係嘛？我淨成咗佛之後咧，嗱我唔食唔殺生嘅，啊唔偷盜嘅，唔咩咁你咪成個都係佛咯，要舍己為人，要救度眾生。所以咧呢個天台咧就話佢先至係原教。
咁呢個咧，呢個花言咧就話你嗰啲原教啊，係根氣最大嗰啲人先至得噶，得一個啫，龍女顯珠啊嘛，其他嗰啲都唔得嘅，係嘛？所以咧，我哋先至係原教，慢慢修啊！呢個咧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啊，慢慢修上去，咁呢個先圓滿噶嘛。你講到啲冇人做到嘅嘢，梗係圓啦，得一個啊嘛，龍女顯珠一個成分啫嘛，有幾多個？你一個龍女啊，係嘛？所以咧，呢個咧有排拗啊，所以咧話。呢、这個先至係原教，因為有次第先至係原教。呢個次第咧，天台就話別教，因為你自己有次第，即係話你自己唔係佛啫，係嘛？所以咧，呢個咧，自己就係佛。所以咧，呢一個咧四聖諦，所以四聖諦咧喺唔同嘅世界裏邊咧有唔同嘅名啊，一切嘅名咁啊，起唔同嘅嘢咁啊。又有啲四聖諦咧係大乘嘅，有啲四聖諦係小乘嘅，所以唔好話，哎呀點解佛全部講小乘嘢嘅？唔係，四諦有四個，十二因緣亦都有四個，施以啊呢個不施嘅，呢個施以生滅十二因緣啊，呢個施以生滅十二因緣，呢個藏教嘅藏通別緣啊，藏教施以生滅十二因緣。不施以生滅十二因緣，這個施以不生滅十二因緣，這個不施以不生滅十二因緣又有四個，所以呢、這個呢 要研究天台，所以天台呢為什麼我教你供圓滿呢，就是說因為他講了，不過現在的人呢喜歡寫書的那些人呢很得閒的，多數不識嘢嘅，所以係撩撩嚟撩去咧，都撩唔到四聖諦出嚟嘅，即係冇人講眾通別形，亦都冇人去講嗰啲係講嗰啲咁嗰啲，即係你自己容易感受啊！呀，呢個啊清心啊自在啊，好舒服啊，梗係啦，大學教授個個都係唔清心自在，嗱咧苦咗你唔知啫，我哋苦啫嘛，佢點會苦啫？住豪宅養分狗，寫下啲書真係清心自在啦，見你捱啊，真係開心啊！我係菩薩，我得閒就幫你啦，唔得閒算數。咁所以咧呢一個書咧，所以咧。所以呢要聽經就咁解啦。聽經呢佛法無人教，就需智不容能了。但係你去買書呢，嗰啲得閒寫得就唔得閒收嘅，寫到書嗰啲就冇收行嘅。又點解咧？得閒寫唔得閒收，用咁多時間去寫書，不如用多時間去修行啦。所以我哋淨係講咧，我哋唔寫嘅啊，即係咧講咧寫要時間啊嘛，要校對又要成音，講啊可以講好多啊。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咧。所以咧要講修行嘅四聖諦，咁啊光明覺品啊，經中世尊就放呢個光明啦，因為佢要講大法之前咧就放光明，呢啲光明一照到嘅時候咧，咁嗰啲眾生咧光咧係自用，用咧係隨緣，大小不定啊，這個呢見到一切嘅光明，所以咧小小地方有小小嘅光明，大地方有大嘅光明。光明咧係無所不到嘅，因為佢講呢一個光明覺品啊嘛。咁啊呢個跟住下低嗰個菩薩就問呢個光明啦，啊問呢個光明，咁啊問咗咧十個問題，咁啊每個問題咧都要一個菩薩去答啊，覺手啦、財手啦、寶手啦、德手啦、目手。咁啊第一個問題，一心一種，種種差別問啊！這個、呢個第二個更是無實眾生化佛化問啊！呢、這個佛咧係化呢個無實嘅眾生，即係冇一定嘅眾生，即係咧無相嘅眾生都係化到。咁啊一路問到十個問題，咁我哋咧呢十個問題咧，我哋啊唔好講字，我哋咧後邊咧我哋講落，因為我哋要快脆講曬八十一品，所以咧呢個問題咧可以慢慢再去睇。總之每一個菩薩咧嗱，最後尾嗰個文殊啊。復以問佛境，問佛的境界，所以提到，因為佛講到光明，佛的光明呢，無論是什麼地方都照到，你是一個無孔五世都照到，一個大千世界那麼大，又是佛的光明，一個鏡又是 佛的光明，所以佛的光明呢，是無遠無即係無所不到嘅啊！呢、這個佛嘅光明，因為咧要講經，咁啊呢個淨行品點解會有呢、這、一個？會有呢一個光明出現呢，因為呢個咧就係發菩提心啦。淨行品裏邊咧講到140種隨緣行緣，即係咧每一樣嘢都係為咗眾生嘅啊！呢、這個咧啊呢、這個見一切眾生嗱呢、啊這個呢、這個若見足時嗱呢、啊這個咧嗱、啊、呢度咧，二若有緣信者
具正行相，蓋善用其心，依善不善，無記境界，皆具正行。點解點解能夠能點樣點樣修行呢？就是所有在所有的境界，你都能夠善用你的心啊！無論是逆境、順境，你都可以用你的心。不是話我順境先用得㗎，逆境不用得，咁都唔得。你要順逆境界，無論是撞到乜嘢嘅時候咧，你都要起善心，起度眾生的心，所以叫做菩提心咯。菩提心咧，是大悲心同埋出離心啊嘛。所以咧，呢個淨行品咧，不外乎係呢啲嘢。嗱，我哋睇落去咧，舉一兩個問下啦。嗱，呢個咧且如，嗱呢個咧且如，世間萬物皆淨行也。如果你即係世間所有出現都係清淨嘅，因為點解咧？凡夫咧，世間所出現一切嘅嘢咧，都係唔清淨噶。啊，你都係唔清淨噶。點解你咁有錢？點解我咁窮啊？冇理由嘅，大家如果你講嘢叻過我好多，咁啊啲咁啊，即係咁你冇理由㗎，係咪？咁你人哋有福報啊嘛，你冇福報咁咪好狂啲，咁咪周福咯，係咪？你冇你退誒呢、這個不誒、既然臨淹善而不如退而結網咧，你收多啲福報咪得咯？收多啲福報都唔係呢一世㗎，咪即刻收即刻有㗎嘛？你中六合彩咩？啊，所以咧唔係咁快就有，但係咧你要這個佛咧，係樣樣嘢都係清淨嘅。佛咧樣樣嘢，因為點解咧？佛而家就係講呢個淨行品咧，就係話樣樣嘢要用心。點解會係佛咧？點解會係凡夫咧？凡夫見到每一樣嘢咧都起煩惱嘅，啊見到你一樣嘢冇起煩惱嘅。但係每佛每見一樣嘢咧都係清淨嘅，因為點解清淨咧？凡夫見每一樣嘢咧都係物質嚟嘅。物質係有大有小，有靚有醜啊，所以咧就唔清淨。呢、這個靈界嘅咧，量子力学啦，量子力学係靈界嘅眾生啦。咁佢個煩惱咧，好似少啲嘅，真係冇苦惱嘅，都有噶。呢個地獄裏邊一樣冇苦嘅，一樣有苦噶。但係比較世間上面啲物質係冇咁執著嘅，係嘛？不過都好執著噶，因為啲眾生都好執著噶嘛。咁啊！但係佛咧，如惡説咧，就係每一樣嘢睇到最細啊嘛。睇到最細嘅時候咧，就係日日都係好日啦，因為圓啊嘛，睇到最細。所以呢個係物質，物質咧就好多好多分子組成噶啦。呢個量子架啦，呢個咧呢個就係電子啦，呢個電子啦，呢個咧就 atom 啦，呢個 atom 啦，呢個 electronic 啦，呢個咧 string 圓惡説，圓惡説咧，圓惡説咧。圓惡説，咁啊，所以咧，你能夠越睇得越細咧，呢個世界就越美麗。所以叫你放低啊，你要食赤木壽司，你要食一鮑魚耳靚湯，咁呢個咧你就最粗蒙嘅啊，要住好嘢，呢個係最粗蒙嘅。最粗蒙咧，你又會有煩惱啊。所以你將啲嘢睇開啲啊，睇低啲，覺得咧樣樣嘢都好感恩喎，又冇地震。又冇炸彈，又冇恐襲，係嘛？又幾呢個世界幾好咧？唔係咁多時係咁嘅啫。你1945年之前打生死㗎，你會又清朝，又元朝，又唐朝，明朝話打倭寇啦，係嘛？呢個宋朝話打金銀術啦，你一路打落嚟，打到而家先至有個太平盛世俾你。俾你，依個係你縮世修嚟嘅福報。雖然福報唔夠人哋大，但係都係好開心㗎，有得食係嘛？我你唔死，我冇炸彈，你去中東啦係嘛？你埃塞俄比亞啊，你去索馬里啊係嘛？你咁好嘢去南非啊嗱，你去印度你都死啊，你仲啊？所以咧呢一個係福地嚟嘅，即係有福地咧，我哋要知道我哋咧係因為縮世咁嚟嘅，所以咧要修行要鞏固。這個結果要鞏固這個結果，不是賺多些錢，而是呢你種多些福啊。這個時候咁你一佛嘅時候咧，你睇到啲嘢 最微細嘅啫，樣樣嘢最微細咧 ，absolute true 嚇，呢個咧絕對清淨啊，絕對清淨。咁啊啲嘢係睇到最細啊嘛，最細嘅時候最清淨，因為最細咧係圓惡説啊，細細嘅。咁啊圓惡説咧，何其自性？呢個就係自性啦，自性本嚟清淨，所以一切嘅嘢佢都係清淨嘅，睇到所有嘅嘢都係清淨，觸類皆是道啊嘛。呢個山河大地盡露法王身。
每一樣嘢都係教你嘅，每一樣嘢都係好嘅。所以咧，呢個白雲手端咧問佢徒弟：我唔問你初一十五係乜嘢，啊之前係乜嘢？我問你初一十五之後係乜嘢？讀一句，讀一句啊！咁冇人識答，佢話咧：唉，呢個咧啊！春有百花，秋有雨，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行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即係你日日都係好日，所以咧，你而家淨行品咧就係話，因為點解能夠成佛呢？就係佢嘅心清淨，見到所有嘅嘢，你認為唔清淨嘅嘢，佢都係清淨嘅，佢都係當佢係清淨嘅。所以咧，見到每一樣嘢，你要有個轉想。所以咧，淨行品咧係變咗五十三皮尼啊！五十三皮尼咧，因為宣權啊，要睇出家人嘅戒律啊嘛。咁啊，呢個康僧會、康僧海咧，係冇辦法，冇辦法俾出家人啊，就係啲皇帝啫，但係啲出家人戒律唔係你在家人睇噶嘛。咁啊，將淨行品五十三個，其實要140種喎，寫到五十三種出嚟嘅五十三皮尼啫。其實咧喺《花嚴經》裏邊要140種喎，至少三歸依母啦，係嘛？咁啊，所以咧寫咗五十三皮尼出嚟，咁啊五十三皮尼咧，就係呢個淨行品裏邊整出嚟嘅。咁啊呢個淨行品咧，咁啊即係佛所見嘅一切嘅嘢，都係要向好嗰方面想，都要向眾生想啊，即係都要度眾生想。咁你個世界咧，你嘅心咧就會好舒服啦，好平服啦。這個咧就係真正能夠搖益到眾生。如果你見到樣樣嘢都唔好嘅，你見到唔好嘅嘢，都是好那邊想呢，那你就是佛。你見到好的東西都向不好那邊想呢，那你呢就是凡夫裡面的凡夫啊。明明有得吃的，自己吃一塊，看著人家旁邊，你吃塊大過我的，關你鬼事？你吃那塊不吃那塊呢？你又看人家那塊大過你，那你吃這塊，你看人家不好，你給我吃吧，我給這塊你，結果又發覺你這塊，他那塊又難吃過你那塊，那所以呢變成你一大堆東西，一大堆煩惱。所以呢這個淨行品，淨行品呢世間都是淨行啊。這個呢就係世間都係淨行，且如見手時，嗱、這個咧，這個咧就佢係舉出幾個，140個啊嘛，啊，見手時當願眾生具正信手合掌向佛，見到隻手嘅時候咧，見到手咧就話當願眾生合掌向佛啦。若見足時，當願眾生行僧正道無有休息；若聞了聲，當願眾生悟自聞性，不生不滅。嗱、你見到冇一樣啊？若了味時，啊這個咧當願眾生常正法味，長養法生。若善用心，淨行無更，獲勝妙功德。所以咧，佛就係見到樣樣嘢都係好人啊！你係見到樣樣嘢都係唔好人。點解樣樣嘢都係唔好人咧？因為你嘅心情唔好。如果你心情好嘅咧，樣樣嘢都係好人嘅。如果你心情好嘅時候咧，啊攞啲啊二三千蚊去芭提雅旅行，哇！芭提雅沙灘嗰度一踢踢到嚿嘢，哇！芭提雅狗屎，哇！這個開心喎、啊，執到嚿狗屎，原來泰國啲狗屎係咁嘅顏色，咁嘅味道，嗰、那個樽載住佢擠一下，聽到人哋嚟啦，芭提雅狗屎，你有冇啊？你冇啊嘛，所以咧，你嗰時係心情好，因為唔使做嘢啊嘛。咁如果你喺香港踩到一嚿嘢，哇！大家利是我睇到嚿嘢，咁你已經係激到無名火起三千丈啦。但你去泰國嗰時咧，你放低所有嘅嘢嘛，所以旅行咧對人係有幫助嘅，呢係鬆弛你嘅神經啊，你鬆弛你嘅神經，咁你唔使你成日都對住嘅，放低現前嘅嘢，走去散心啊，所謂散心。生心咧，咁你就会即系微观呢个世界啊，对呢个世界嘅一举一动咧，就唔会用平时嘅眼光去睇，用你放低嘅心情去睇。咁呢个世界咧，其实系好靓啊，芭提雅啊，啲阳光咁靓，香港冇咩？啊，啲云咁靓，香港冇咩？啲水咁靓，香港冇咩？系嘛？啊，啲嘢咁好食，香港冇咩？或者樣樣嘢都有，但係你冇心去欣賞啊嘛！你俾啲生活壓迫到冇心機想啊！俾你老婆攞家用，俾你啲化骨龍攞學費，攞到你冇心機嘅時候咧，咁你冇辦法啦嚇，真係避開一陣。咁啊，所以咧淨行品咧就見到所有嘢都係好嘅啊！所以咧，虛雲老和尚佢120歲啊，佢話咧佢淨係念一手偈嘅啫。啊！呢、這個一落床啊，若舉衣足，當願眾生出生死海，具諸善法啊！呢、這個咧，呢、啊這個我呢、這個呢、這個誒
所有众生自会若依足下诵其形，愿以即时生净土啊嘛。啊，呢、这个呢、这个咧就系呢一个，当佢落床嘅时候啊，咁佢咧就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佢系念呢首偈，即系行路不相从蚁啊。咁佢咧跟住念条咒，安住呢娑婆诃咁。咁佢咧就日念呢条咒，呢条就系净行品里边啦。所以咧，若佢依足当愿众生啊，出生死海具诸善法，或者咧第一个唔知乜嘢。所有眾生自會若依足下喪其形，願以即時生淨土。咁佢咧就成日念呢句嘢嘅嚇。咁啊呢個咧所以咧佛咧係樣樣嘢都好人，所以淨行品。咁啊跟住咧就言手品啦，即係淨行品就係講咧佛咧就係時時都係好人啊。呢個時時都係好人，眾生咧日日都係唔好人。咁啊，呢個言手品咧，意若善用心，要勝妙功德，咁咧就係普賢問行啦。即係咁嘅時候咧，就係普賢問行啊。呢個咧，信心對境無礙，一根境不礙一心，二正定是定不礙理定，三分別不礙無分別，四入定不離出定，五定體不礙定用啊！这个、呢個根根互用，咁啊呢個咧就係真正嘅修行。咁呢度咧就係講咗呢個普賢行。普賢行咧，咁啊後邊咧就講呢一個十行先，唔係一個十信先嘅咩？信心呢、这個十信。咁啊呢個咧普賢行，你如果能夠發起菩提心。樣樣嘢見到所有嘢都發清淨嘅心，呢、这個咧就係普賢行啦。即係普賢行第一件事咧，就係見所有嘅嘢都係同眾生嗰邊諗，就咪諗自己嘅，咪樣樣嘢點解你有咁大教，我點解我冇咁大教？點解你住得咁好？點解我住得唔好？冇嘅，你有少少嘢咧，你都好滿足噶啦嚇。所以咧呢一個。这個普賢行咧，这里呢度就講十信啦。啊，呢度咧，因為这個咧就普賢行裏邊咧就講呢個十信。首先有信心先，首先嘅修行嘅時候咧，你有十信，信心，信呢個修行，你要對呢個佛法，比如你要修行佛法咁啦，你要對呢個佛法增加咗信心先。如果你冇信心嘅，都唔知得。得嘅，咁你收都冇意思啊！所以咧，你第一件事，你對所有嘅嘢都係要用清淨嘅心去修行。用清淨心嘅修行嘅時候咧，你要對樣樣嘢都有信心。咁啊，第一要有信心啦。若發心次第，信推其功；若所信終極，信居其後。所以咧，呢個信心，第一咧，呢個十信滿心。十信滿心咧，唔係次第嚟嘅，唔係你先有信心，然後有精進心，有念燈，有定心，而係咧十種心要具足。有啲人具足後邊嗰個先具足前面嗰個都得。第一件事咧，你要對修行有信心先。信心信修行咧，係可以脱離呢個痛苦嘅。所以咧，要有信心，唔係咁易嘅喎。所以有信心咧，你首先有啲揾啲有嘢可以見到嚟修行咧，會增加你嘅信心啦。如果你好似頭先嗰位師兄話，咪應無所住生其生，你都唔知修咗之後究竟生唔生到咧，唔知啊。但係你好似咧，你跟風濟法師修福咧，咁你修福佢慢慢改善你嘅生活啊。你我哋頭頭4000蚊租個佛堂仔300尺嘅，你住300尺都嫌細，我佛堂都係得300尺嘅啫，4000蚊租，咁啊慢慢供咗幾廿年，咁啊而家咪有3個道場咯，咁啊有好多，咁你慢慢咧，咁先至咁你要，但係唔係話一修就即刻有噶嘛，所以你要對個法咧係有信心。你知道乜嘢叫做修行先？第一件事啊，呢、这個上供下施，
堆佛菩薩要多啲供養啊，多啲供養，咁啊內心供養就得噶啦，即係冇資糧啊，冇得供噶，咁你內心嘅隨喜啊，呢個內心供養，咁啊用一個小小嘅修補言行啊，你攞一個生果，跟住觀賞咧，每一個佛前面咧都有個生果，咁你話供幾大咧？話你買一個生果喺度，你普言行啊嘛，你咪一佛前都有我一個生果咯，係嘛？我而家揸住個蘋果啊！我生顯現佛菩薩前面，每一個佛菩薩前面都揸住個蘋果，你話幾大嘅功德？呢個就係普賢嘅修法，法界功啊嘛！所以你一即一切啊嘛，你供一個即係所有嘅，所以呢個係表法，唔係講要供幾多，供幾多都唔夠佛菩薩食，佛有幾大啫？係咪？一千丈無上羅，你供一個蘋果啊，牙罅都冇得，睇唔到條牙罅，真係攝唔到條牙罅嘅。你供燈蟹，你話每一個佛前面都有我供蘋果啊！你做早晚課先啦。你大忏悔文后面那里啊，这个十方法界嘛，这个十方法界一共就满十方、啊、所以呢这个普贤行，所以你要信心，信这个佛菩萨，信这个佛法。这个佛法是什么呢？这个佛法是第一，我们可以来到这个地步是因为我们有业，所以第一善事呢，我们要挡住个现业先，即係唔好俾佢再落去啦！有病嘅人要整到佢冇病啊，冇福報嘅人要整到佢有福報，咁你咪有信心去收咯。如果你一開始就應無所住生其心，咁你幾時生得嚟啊？咁我哋冇嘅，因為你冇生唔生心就唔知啦。不過成日收嚟收去，個生都唔識啫嚇。所以咧呢一個咧，你要做啲有信心嘅嘢，所以你要相信啊呢一個咧佛法係解脱嘅。嘅因啊，至少你話證唔到道都好啦，你至少改善到你嘅生活嘛，改善到你呢一世嘅生活，即刻就改善到啦，改善下一世嘅啊，咁你慢慢改嘛，咁啊改變嘅時候咧，咁你就冇苦惱，咁先至慢慢去對治嘅煩惱啊，唔好一開始就冇煩惱，貪係唔好嘅，唔好貪啊，呢個唔好貪，唔貪都可以，但係咧。做唔到嘛，咁啊，所以呢個係喎，啲冇人唔貪喎，都貪成佛噶嘛，咁啊，所以咧成佛都係貪嚟嘅，你會唔貪啫？係咪？我都要點解唔眾生道理啫？你要度眾生啫，你會供高我嘛？呢個佛萬啊嘛，係嘛？點解唔眾生道理啫？等眾生嚟度我咪好咯？做咩一定要度眾生啫？做咩我都要高過眾生啫？眾生高過我唔得嘅咩？話眾生等眾生嚟度啦。啊，所以咧呢個係唔得嘅，呢個係佛慢啊嘛。所以咧，菩薩咧係扶集潤生，留翻啲集氣嚟度眾生。即係你有少少世間嘅貪爭痴咧，呢個係情有可原嘅。如果冇都冇推動力嘅，係咪？連成佛都唔想成嘅，等人哋嚟救我啦，咁啊做咩要救佢啫？咁辛苦係嘛？所以做咩我一定要救眾生咧？眾生唔會嚟救我嘅，係咪？你有我都係眾生嚟噶嘛？你有佛噶嘛？有佛嚟度我啊嘛？所有眾生都會成佛，咁我最後尾嗰個成都唔係攞曬人啲著數啊？幾好咧？話咁所以咧呢個唔係嘅，所以佛咧有佛慢。呢、这個佛慢一樣係唔好噶，你將個慢轉到佛慢係嘛？咁你成佛都係慾嚟噶，呢、这個善法慾啊嘛，你想成佛都係善法慾啊嘛。你一度眾生都係供高我慢，我所有眾生都要俾我度，咁你話咪你又係供高我慢，一樣係。所以咧呢一個信心信呢個佛法咧，係可以令到你解決個痛苦。信呢個佛法咧，係信大乘嘅佛法咧，可以令到你咧。出三界啊，信小乘嘅佛法可以出三界，信大乘嘅佛法咧可以成佛，即系咧，所以咧，信為道源功德母啊，呢個咧，所以咧，諸佛菩薩咧都係靠信心而成佛嘅，所以要信啊信，咁啊跟住咧求佛智慧境界甚深呢、这個文殊菩薩啦，即係信心，咁你就會求佛嘅智慧啦，即係會學佛啦。咁精進心，咁啊樣樣嘢都要勤力噶，係嘛？勤力，咁你瞓覺瞓十個鐘頭，同埋收十個鐘頭咧，咁啊梗係未必就一定係瞓十個鐘頭就好過收十個鐘頭喎。所以咧，你要有精進嘅心。咁你用啲時間去打機，用啲時間去睇戲去成，不如用啲時間嚟修行，因為呢個係永遠嘅嘢嘛。所以有精進。
啊精進心，所以咧你修得多嘅時候咧，自然有益，因為你嘅修行就係饒益眾生啊嘛。你咪供養佛就係施食咯，就係饒益眾生啊嘛。你念經就係俾眾生聽啊嘛。嚇，如果你一拜佛，咁你又供上啊前面係你嘅師長，後邊嘅啊前面係你嘅敵人，後邊係你嘅師長啊，左邊係你嘅父，右邊係你嘅母。咁你一拜落去咧，所有眾生跟你一齊拜佛，咁你呢一個咪大咯，呢個功德咪大咯。所以普賢。如果你學了花嚴的境界的時候呢，那你的心量就會擴大了。所以呢我呢就很幸運，一出家呢就念花嚴經，因為為什麼菩提學會我師父最喜歡念花嚴，他的天台的就喜歡念花嚴，因為他跟壽野老和尚學這個花嚴字母嘛、啊、所以呢我都去見壽野老和尚，壽野老和尚說你念一百部花言，然後拜一部啦，我問你使唔使寫血書啊？你寫多四部，我大佬咁咁難做嘅嘢，十幾廿年喎，睇下都係十幾廿年，所以我咪做佢做成世都得啦。一百見佢嘅時已經即係成九啊歲，咁啊而家應該圓寂咗，就嘢老和尚，所以咧佢係花言噶嘛，佢寫四部血書，一部咧。在五台山寫的，哇日本仔打來的時候搶到個日本，一打開沒有東西的送回來，哇五台山的佛像一點都沒有，不敢要，日本信佛的嘛。所以呢這個精進心要精進的心，所以呢你要利用你的時間，抽你的時間出來，你覺得哪樣東西好啊，你說你 看電視好啊，打機好啊，聽音樂好啊，抑或修行好啊，當然是修行好嘛，至少增加你的你的福報嘛，你收收下就有㗎啦，啊即係頭頭收，唔係話買六合彩，俾咗幾蚊，聽日就會對到睇下得唔得，咁啊梗係要時間㗎啦。你唔得咧，係因為你修行未到啊嘛，未收得到啫，未收得多啫，越收得越勤力咧，就越快脆又成就啊嘛，咁你咪多啲時間嚟收。咁你打機啊，睇電視啊，又咪叫嗰段時間係嘛？咁你修行又係時間，點解唔用啲時間嚟到整好呢一世，又整好下一世呢？係嘛？可以改善呢一世，又可以改善下一世，咁何樂而不為呢？係嘛？即係呢啲嘢。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咧精進心，咁啊念心念無常，苦空無我，呢個四念啊，四念心。咁啊，眾生迷此，故須救化。咁你知道咧，你要有個信念，係你修行嘅時候咧，你有咗呢個信心啦，即係信心一定要修行啦。第二咧，要精進啦，啊，做世間嘅嘢不宜修行啦，係嘛？即係始終都要得益嘅，係嘛？啲至少供咗啲鬼神啊，供咗啲祖先啊，都唔會整你啩，唔俾你發達，你都唔會整你啊，係嘛？即係禮多人不怪啊嘛。咁啊，所以咧，呢個跟住有念心啦，要想念呢個世間嘅嘢係無常嘅，苦空無常無我，一切嘅嘢都係苦嘅，一切嘅嘢都係無常嘅。啊，咁啊，呢個咧，呢個銀包啲錢啊最無常嘅。跟住咧，呢個苦空無常無我，一切嘅嘢都係無我嘅。呢個咧叫四念嘅心，唔係四念處喎。四念處係公生不正、公受是苦、公心無常、公法無惡。咁啊，呢個都係差唔多嘢嚟嘅啫。啊，呢個一切嘅嘢都係無常嘅。所以眾生咧，需要咧有念心啊，即係修行嘅時候咧，念念無常，你都唔知道你有幾多歲命嘅，係嘛？幾多歲命咧？人命在呼吸間。哇！呢度冇地震啫，有第二啲啩，又冇放炸彈，咁你覺得係常？其實咧，去到啲戰亂嘅地方，你就知道無常嘅。但係知道無常嗰時已經遲啦，因為冇得念啊嘛。你而家又靜，你而家安安樂樂有得念，你唔念，等到佢知道無常，我知啦，而家知道無常，咁你冇時間收啫。嗰時又我冇時間收啊，掛住走啦。咁啊，即係定心能觀心性，為上起定。咁啊，有定心，所以咧要具備呢十個心啊，你能夠觀到你嘅心就定啦。定第一件事咧，你唔會即係去追求世間嘅嘢，你咪定咯，樣樣嘢啊，對住個 LV 手袋，你好定啊！呢個嘢都係假嘅啫 ，LV 手袋同埋呢個環保袋六蚊個都係差唔多嘢嚟嘅，因大家都係用嚟載嘢，係嘛？整個五十萬咩？咩鱷魚皮啊？唔係鱷魚皮，鴕鳥皮啊！咁又唔係要嚟做嘢，個
個環保袋又唔係要嚟袋嘢，環保袋靚好多咩？環保袋先至靚啊！即係你個人環保啊嘛。你攞個駱駝俾咧，就第一你殺生啦，第二你貪慕虛榮，你攞乜嘢？你即係你唔夠靚啦，要攞個嘢嚟裝飾自己啦，或者係幾百樣嘢唔好。咁啊，所以咧要有定心啊，唔會係追求世間嘅嘢，唔會追求人哋要肥要瘦咩 Petella 咩喵粗煎啊，讀都唔識讀嘅，我都唔洗面嘅，幾十年都冇洗面，我又唔係咁係嘛？咁啊，所以。點解要洗面咧？我又唔覺得你點解要洗面喎？喂，冇必要洗面喎，洗面做乜嘢啫？污糟咪污糟咯，污糟都好緊，濟公幾污糟，我都係濟公咩嚟到公啫。咁咪幾污糟，咪就係咁講係嘛？即係你話整到佢有病咁，我梗係唔好啦。咁你呢個沖涼嗰時用隻手撥下咁咪算數咯。先仲有咩日日去洗面咁麻煩嘅嘢係嘛？所以咧呢啲冇必要啊。所以衫咧唔使換噶啦，即係呢件嗰件都一兩件嘅呢啲啊，因為咩啊？所以咧我哋拖鞋啊著咗。穿了四五年因為未磨蝕嘛，一落雨咧就好善，落雨咪穿個第二啲咯，即係穿翻對羅漢鞋咯。咁佢唔爛唔抌得噶，三十蚊都係錢嚟嘛，都唔抌得嘅，即係冇藉口去抌啊，冇藉口去抌嗰啲。所以咧做咩嘢整到咁襟咧，我又唔知佢，或者所以但係你唔抌得噶嘛，抌嚟做咩啫？你唔抌抌唔可以抌噶嘛，唔能啊。所以咧唔係話，哎呀呢、這個咧潮流興乜嘢？潮流興乜嘢係潮流嘅事，你係要創造潮流。嗱咧，我哋而家提出唔洗面嘅，嗱以後唔使洗面，幾好咧？你慳翻幾多水？咁啊，所以咧污糟咩？唔係污糟啊。咁啊，所以咧面唔關事嘅。涼是要沖的，十五日沖一次啊！戒律裏面講的嘛，唔係我哋講嘅，即係除非有病啦。咁啊，所以咧嗱，呢個衞心智能之根啊，呢個衞心就有智慧啦。啊，呢個四攝四無量十度三十七度品，咁你會產生智慧。呢個智慧咧，唔係細智變通嘅智慧，而係空性嘅智慧，即係放低啲執著，放低啲執著，唔好去追求世間嘅嘢。呢個係空性嘅智慧，能夠睇得開。所以咧，呢個隨情抗突啊，點樣環境都好啦，任性逍遙，咁你嘅性理咧就放低咗咧，你就會逍遙啦。隨情抗突，樣樣嘢睇開啲，有錢又好，冇錢又好，靚又好，唔靚又好，有得食又好，冇得食又好，冇得食咪打我七咯，係嘛？咁啊，所以咧冇問題嘅，隨情抗突，任性逍遙，鄧盡焚心，唔好起貪心痴，唔好傷害人就得㗎啦。咁啊，莫前性解，又唔好諗住自己好修行喎，唔係人哋好修行，你又激死喎，點解佢好修行過我嘅，咁又激死，所以咧，鄧盡焚心就莫前性解，這個咧就係慧啦。咁啊，不退心，如説修行而得不退，教在勤行方便不能，能不退。咁啊，戒心，咁啊呢個。唔退啦，個信心唔退啦，跟住要持戒啦。點解要持戒呢？因為戒咧係呢個咧就係人嘅準則嚟嘅。即係譬如話你在家人持五戒，即係仁義禮智信啊嘛。咁呢個咧世間即係共同遵守嘅規則，即係唔傷害眾生。戒嘅意思咧，第一係即係幫助你修行啦，第二唔能夠傷害眾生啦，第三咧。是呢、這、一個即係關係到團體嘅聲譽啦。譬如話你持戒，你持五戒嘅時候咧，你持五戒持得好，咁啊對眾生有幫助啦。你唔殺生殺到人亡，咁唔對眾生有冇幫助啦？第二對自己好修行啦，即係你唔會成日諗住去殺到人亡啊嘛。咁啊第三就係話，你就係佛弟子，作為一個榜樣俾人哋睇。嗱佛弟子啊，嗱呢個持戒就係佛弟子。如果你話你佛弟子喎，乜都做嘅咧，啊你所以咧啲人咧一同我哋叫佢唔好裝香咧，叫做你係法師都唔得慈悲嘅。我哋係唔慈悲噶，我哋係對。對佛菩薩啊，裝香啊，佛菩薩嚟啊，裝香啊，羅剎嚟就開槍嘅，啲係喎，咁你先至係慈悲啊嘛，因為對嗰啲惡嘅眾生，你唔起憤怒上，你點算係慈悲咧？你要教導佢噶嘛，你要教訓佢噶嘛，同佢打過都要噶嘛，係咪？咁所以咧，見佛
嚟就裝香，見羅剎嚟就開槍，喺見菩薩嚟就裝香，見羅剎嚟就開槍。啊，呢所以咧，要世間有個清淨啊嘛，喺呢個呢、這個呢、這個要留清白在人間嘅，唔係要留慈悲在人間。咁法師咧係唔得慈悲嘅，你唔好以為觀世法師好慈悲，觀世法師係好惡嘅啊！啲人要慈悲嗰時係好慈悲，要惡嗰時係好惡嘅啊！啲所以咧呢一個咧唔係一定係樣樣嘅啊，陰聲曬氣咁啊叫做慈悲啊！所以咧嗰個將軍嚟啊，斯羅精舍嘅將軍。留侯母，我哋個名都知道係將軍啊，中將。咁因為睇敬法師喺北京嗰時咧，好多將軍歸依噶嘛。佢嚟到咧，咁啊要呢樣要嗰樣。咁我話唔得，呢樣嘢唔得，有啲台椒豬湯咩嚟擺，我唔得。嗱，我係你哋嘅施主。我話我哋呢度冇施主，我哋有信徒啫。所以你係將軍都係信徒嚟嘅，你將軍咁又點啊？哇！佢翻嚟咧激到佢衰粗碌眼。聽日咧走嚟道歉，佢話係啊，法師你覺得而家我哋係信徒嘅，要聽法師講。咁梗係啦，你話啲其實將軍咁又點啫？我哋李嘉誠嚟都係信徒啫，係嘛？啲梁振英都係信徒啫。如果佢信我哋嘅話。所以咧，我哋冇施主嘅，施主咧係恭維你嘅説話，你施主係嘛？咁啊，恭維你嘅説話就唔能夠自己稱嘅，唔可以自己稱我係施主。施主咧係人哋恭維你啫嘛。而家係嘛？你去百佳買兩樽豉油，你就係老細啦咩？係嘛？你以為係啊？你有份嘅冇錯啊！百佳你有份嘅，但你咪老細啊嘛？喂，你叻過李嘉誠啊嘛？啊，所以咧呢個我哋冇施主嘅嚇，我哋冇施主，我哋有信徒嘅啫。咁啊，所以咧啊呢一個以前啲人先叫施主啫，而家叫信徒。咁啊呢個咧誒護法心説。法甚深，是所護也；法門無量，不出一法界。所以咧，護法護持個佛法啊，啲護持個佛法。點解要護持個佛法咧？就係話，因為你得到佛法嘅受用。點解我哋要講經咧？我哋啊，點解要做咁多嘢？咪得閒無事探下世界，唔好而家有錢又有剩，咁啊唔好探下世界。點解要講經啫？一陣間又有人又冇人，一陣間人哋中意聽唔中意聽，一陣見到你喺度釣魚，咁又個心又好傷心。咁啊，點解要做啲咁嘅嘢啫？因為你係佛法啊嘛，佛法你得到啲受用，係要人哋都得到受用，所以你咪要講咯。因為呢個係護法嘅心啊嘛。如果你係推銷員，你都唔推銷嘅，咁邊有啫？自己去修行得㗎。咁啊，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三衣一缽，咁呢個咪小乘咯，自我解脱啊嘛。但係你為咗要度眾生而影響到自己嘅修行咧，啊呢個智者大師話啊嘛，本嚟咧。佢就可以證到六根清淨位嘅，但係佢只係證到五品位啫嘛。所以咧證到五品位咧，佢話咧我損己利人啊，因為點解咧？同眾生講經啊嘛，要嘥好多時間，咁自己個定方面咧就冇收得咁好啦。但係佢最得尾咪求生淨土咯，求生阿彌陀佛淨土啊，講完一大輪。話即係天台之後咧，求生淨土，世色唔對啊，所以求生淨土睇嚟都係淨土好啲啊。所以咧呢一個智者大師咧，損己利人，所以法師亦都係啊，我哋都唔夠可以收，但係靜雞雞講咧，我得閒都唔會收。所以咧有多時間都唔會收，所以咧注定係要講嘅，啊咧唔講都唔會收啊，咪得閒無事咪瞓下覺咯。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咧，所以咧都唔會啊，即係嗰啲啊好勤力嗰啲人先會咁講啊。呢個法言大師啊，即係呢個日本嘅淨土宗，佢話咧我40年無一念集用心處，40年嘅佛道都未離開過，我40年無一念用心處，少得一個字啫。所以咧40年無一念集用心處，咁嚟嚟佢真係勤力喎啊！所以咧一念都唔離開個佛道，我40年念到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咧勤力嘅人咧好勤力嘅咁啊。護法心啊，要咧法門咧，呢個咧要護持個佛法，無論你係內護又好，外護又好，講經又好，都係維持個佛法啊嘛。如果冇個佛法咧，呢個眾生就得唔到解脱啊，得唔到超度。不過咧，我哋佛法咧係最
最慈悲的最善良的，因为我们样样为人来着想嘛，所以佛教呢永远没有去抗争啊，没有去吃的，你看哪有得抗争的，认命啊还抗什么鬼我们都知道因果的嘛，认命啊，不够人家人家鬥都冇得抗嘅，抗抗乜嘢啫嚇？咁啊冇得抗嘅，所以佛教係唔會抗爭，亦都唔會即係樣樣嘢都係物逆來順受。人哋知道個業啊嘛，你有今日嘅業，梗係有今日嘅因果先至有今日嘅業啦。咁既然係個有咁嘅果現咗出嚟，咁你咪收因咯，你咪慢慢翻去做好啲咯，係嘛？你話呢樣嘢唔好嘅，咁你咪做好啲咯，係嘛？話啊呢、這個功唔啱我做，咪走去進修咯，係嘛？梗係做你做下梁振英都得。啊，所以咧呢一個咧，佛教係唔會抗爭嘅，唔會爭乜嘢咧？邊幾時見過佛教有抗爭？你咧從佛教傳過嚟中國之後咧，冇試過抗爭，係試過咩少林三十六房係嘛？佢自己整出嚟啫，呢啲黃衣官搞出嚟啫，唔關我哋事。咁啊呢個咧。这个呢嗱，呢个愿心啊，福田由福田等一由愿意故，自能将生如愿道行。所以呢，一切嘅嘢呢都系发愿。譬如话你福田等一啊，你供嘅嘢呢系个福田咧一样嘅。啊，你梗系攞个苹果去供，咁啊一个苹果，咁个福田系一样嘅。但系你有個願就唔同啦，啊！我願完呢個蘋果供咗之後咪，所以咧，我哋咧做功德咧要發願啊，唔係發菩薩，唔知你想做乜嘢啊？天龍八部嚟曬聽聽，你保佑我中六合彩啊！保佑我身體健康啊！嗱，你唔健康我唔念噶，梗係驚過你啊！所以咧，所以咧啲阿婆咧拜佛咧，佢就好靈噶喎！啊，你阿婆話拜佛好靈噶，係嘛？一嚟到啊，噏噏噏啊，子孫口順啊，乜啊，呀呢個女啊吊得金龜婿啊，男啊更得好媳婦啊，冇嗌交啊！咁啊一路講一大輪嘢，咁你因為菩薩知道啊嘛，咁菩薩驚你唔嚟拜啊，所以你每一次修行咧。你可以發個菩提願啊，願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所有眾生皆共成佛道，跟住發個私人嘅願，係嘛？即係私人嘅願啊嘛，又話應該啊老細唔好鬧咁多啊，求神拜佛嘅，將三摩嚟知添。咁啊，所以咧呢個係一唔係佛菩薩唔知道你做乜嘢噶嘛？你唔好話誒咁好似自私嘅，你都唔得乜嘢，咁係啊，風濟法師係自私嘅。所以我哋先有效果嘛，自私先有效果嘛。但系我哋都會發兩個願嘅，一個係共願噶嘛，一個係別願噶嘛。所以咧，我哋護摩有願目噶嘛，有願目咁啊寫而家一日做200支願目啊，燒到咧哇！本嚟咧就冇咁大煙嘅嘛，200支喎，個個求200個願。所以咧，密宗係色增懷珠係好啲嘅，因為如果我哋以前未學密宗嗰時咧，我哋就做完早課嗰時咧讀嘅，啊咩，哇！最多啊20個，跟住啊90個，過100個唔讀，太長啦！100個名回向乜嘢？回向乜嘢？因為你冇得願啊，冇得求啊嘛。但係啲護摩唔同，護摩有原木噶嘛，護摩有原木等落去燒咧，咁你日日咁樣求啊，我哋日日咁樣求啊，枕住個球啊，咁啊，所以咧呢個係緣啊，你有緣，所以咧唔好話，哎呀，唔好求自己啊，啲嘢求人哋得，我多謝你啊，你最好求風濟法師，你唔好求自己。咁啊，所以咧呢個冇嘢嘅，即係一個總緣，一個別緣。你有咩事咧，同佛菩薩講，咁啊佛菩薩咧就會幫你。咁幫你嘅時候咧，如果得到效果，你咪增加信心咯，咁你咪修得勤力啲咯，係嘛？你話想中六合彩啊，咁啊頭頭俾你中20蚊，跟住又中50，跟住又中100，跟住又中3獎，咁你啊收幾廿年之後咧，你個頭獎中嘅，不過唔知係咪買頭獎咁多錢咧買咗，咁啊所以咧呢一個係啊，我有個阿叔伯叫咩許大利啊，姓許喎，佢得大利，咁啊買嗰啲買馬錶啊，買馬錶啊，期期都收埋嘅時候咧，收埋到最嬲尾咧就誒，而家咁啊往生啦，因為兩隻腳生直，咁啊誒打開嚟睇下，咦馬錶中咗喎，已經生直咗，哇打開個盒睇下，喂計下條數，
啱啱好5000多元，就係佢買咁多嘅，買完之後咧冇剩，所以咧呢、這個咧一毫子都冇揸嘅，所以咧啱啱好，所以咧呢、這個咧要食幾多著幾多整定嘅，唔使貪呢啲嘢嘅嚇，呢啲咧唔係貪得嚟嘅。咁啊回向心，咁啊歸一道即回向僧如實際，一生一次即成佛果。所以咧所有嘅功德都要回向，唔好貪著。誒咁頭先你又講別院，咁我哋咧，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要喺世間生活啊嘛，所以世間你都要冇煩惱、冇病、冇乜嘢先至得噶。所以咧，有少少顧下自己咧，呢個情有可原。你話十回向嗰個咧，係你知道十回向係乜嘢？十信十行。十回向、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嗰啲係菩薩嘅啦，已經係點話能夠完全回向曬俾眾生嗰啲咧，已經係菩薩啦。你再做埋四家行，你已經登地啦啊！嗰啲係登地之前嘅嘢。所以咧，你凡夫修行嘅時候咧，有個總緣，即係回向所有嘅眾生。咁啊，有啲回向自己嗰啲家庭咧，呢個係准許嘅，即係回向自己都要有啊。第一件事咧，可以增加你嘅信心啊，所以咧，我哋嗰輪做得好嘅時候咧，點解我哋會一日做十幾個鐘頭啊？因為我哋一唔做咧，就冇生意啦，唔係冇人死，冇生意。一唔做啊冇生意，哇！做得好咧，收得好嘅咧就會多啲，因為菩薩係會咁樣。咁樣令你收得多啲啊！即係菩薩都好苦心嘅，係嘛？你嗰輪咧有咩做錯咧？咁啊，跟住就有啲嘢，跟住有好多障礙嚟整你。你做得好嘅時候咧，咁啊，菩薩又會即刻就加獎你啊！咁你會越做越好啊！所以咧，我哋將啲香帶放上網度，啊，有人捐咗幾十萬俾我宏法，而家唔知點用添嘅，呢個宏法都唔使借嘅 ，YouTube 啊，賺咩錢啫，係嘛？但係好似捐咗幾十萬出嚟喎，唔知邊個捐喎，又唔知邊個。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咧，你做得好嘅時候咧，菩薩就會獎勵你嘅；做得唔好嘅時候咧，就會懲罰你。咁你先至有得修行啊嘛。所以回向心係要回向所有嘅眾生，定係仲有啲回向自己嘅。如果你話完全空性，完全回向眾生，我一啲都唔要噶。咁我菩薩話：啊，你要捱窮啊，得啦，我成就你啊，你咪捱咯，冇辦法嘅。因為修行嘅好多噶嘛，有啲要苦先修得噶嘛。我點知你中意苦啊，中意樂啫？有啲人樂修，有啲人苦修嘛。有啲人越快樂越修得嘅，有啲人越痛苦越修得嘅。點知你修邊樣咧？啊，所以咧呢、這個天龍八部會聽噶嘛，隔離聽噶嘛，係嘛？見到你，哦，你嘅意願係乜嘢啊？想頭受苦啊！好啊，為啲冇人要嘅嘢俾埋你咧。所以咧呢一個咧，我哋要回向。咁啊，所以咧呢個咧十信咧就係十種信心就成就，就唔冇次第嘅，唔係話先有信心，然後有正信心，而係十種心都有咧。咁呢個係十信，十信滿心咧就係善財童子位啦。善財童子一出世。跟住咧就有好多金銀財寶啊，跟住有五百童子跟住佢一齊，呢叫做十信滿心。十信滿心跟住咧已經係十住啦，呢個三賢位啊，十信十行十住十行十回向，十信滿心咧係初住啊，即係十住啊，已經係三賢位噶啦。即係如果你能夠十信都滿嘅時候咧，就係初住啊，因為呢個十住裏邊嘅初住咧。就係十信滿心，所以咧呢、這個已經係三賢位，即係已經係賢啦，唔係聖就十地，係你聖人就十地，佛就係佛跟住落嚟就聖跟住就係賢，呢、這個三賢位。咁啊，三賢位嘅人咧，都修咗好耐啦。由你初修行修到呢個十信滿心咧，要一萬大劫。不過你而家未開始計，因為點解咧？你咪24小時修行，你嗰啲香港老和尚咧，100年都唔瞓覺咁咩咩嘅，咁啊呢啲咧開始計十信滿心啦。啊，呢個咧正式用心去修行咧，要修一萬大劫先到十信滿心。咁我哋咧今日咧就講到嚟呢度。咁啊，大家有冇問題咧？可以提出嚟問下啊。